10公分往下，还是往下10公分？量十公分往下。我刚刚是这样的，这样，是这样。好，一码的布旁边啊，你先留10公分往下。我刚刚我已经画了一条线，那一条线哎。这边，这边，老师。哦，对对对对。要记起来，因为量你们，我示范完之后，你觉得做你们要做，还要做的也快一点。等一下还要另外一半，还要一张一码。对，那就等到时候你们再弄就好，先跟着我做。再上6节课就暑假。再上几个礼拜？6个礼拜。一个月上6节课，有一个半月。这个月过完就十月又一个礼拜，4个礼拜。你们在干嘛？有六个礼拜，就是一个月半月。现在是22号了。等于是6月底。那这样不就跟那个跟高中的差不多？就是我觉得想看哦，他老下的一百，我觉得不合心的。我觉得这个，我觉得这个太快了，是哦，这个真的假的？对，妹妹，来，过来拿。好，拿我拿来，大家一起吃饭。我的十个加大，那是最啊！形象组合，也就是你的形象是用什么东西？你的是什么？我说我画的那个桥。是什么？55+30+5。你说我那个衣服是怎么做？哦，你那时候可能说画的。他要给碟子吗？就是今年的时候没有。是有光的。妹，讲到那个人，他是怎么，他是有哪边？我们上次有一次，好了吗？所以暑假如果要出去玩的话，现在可以开始订东西，订饭店订机票。对，没有啊，我说暑假。对啊，比较便宜，现在赶快订。到6月底就开始往上面飙升。所以现在赶快。我算了，
好不好？好，来十公分这个线有没有往这个方向，往这个方向，然后对人中心点，然后要超过它，超过这一颗头啊，超过它，带着我的头，然后带着往下对，对它的中心上面要超过头。好，要超过这个头有没有啊？把别下。是吗？哦，不是啊，是那个亚热波光衣。有每个礼拜有做。好，把它搓搓搓到最紧啊。那么窄，五厘米我不穿过去还是没有。最近比较紧。好，旁边也给他搓那个搓进去啊，先搓中心点啊，旁边顺着他这样，也给他铺一下。第一步都先这样，第一步都很简单。到哪里啊？啊，你说到底啊，到下面。你是说要往后面走吗？通过这个桥。你走还是往后面走？我只是先往下面下来。啊，好，是两口的是接下来的步要很大吗？你说什么接下来？接下来不是还要剪一块吗？那个等一下，用这一块就够了。但是你要做另外一边，你还要再剪。这一块可以做完这一边。下面也是弄一下，下面像我们旁边鼓鼓，不要让它跑，对对对，越服帖越。好了吗？好，把那个什么，这个线画出来，颈部的线画出来。画到肩膀的地方啊，肩线也画出来。然后公主线也画线。
画这个颈围颈部的线啊，然后肩部的线，还有公主线，先画出来，慢慢做，对，要记起来，因为等一下我做完这边，我等一下会说你们就做另外一边，你们要开始试图自己做。画到底了，老师是怎样？画线，颈部的线画，颈部的线，然后肩线、公主线这三条。肩线就是那些。看他们，等他们画好了，清楚。看清楚。清楚。我说我干。先把人台弄低一点。你的手机要震动。我要去那个。没关系的。你手机是？哎，一定你画错线了，一定你画错了，在红色这边，就是两块的。你抓红色这一条肩线，你画到哪一条？你要不要把人台降低？小心一点。现在台湾不用了啦。我刚刚你要吃东西耶。那我吃很快啊。对啊。这是东北啊，一个西瓜是那个胃。对。谢说的。我现在说对。你谢说的。是吧？你有吃吗？我有吃东西。来。画到这边就好，先画到这边。是这样吗？对啊。妈妈。好，把尺拿出来。腰线，腰线画一条，画一个记号。这边就是公主线，这边画一个记号。腰线。是有一条线的地方吗？老师，他跟他不是，对不对？老师，这个跟这个一样，对不对？没有没有，这个是后面的线，对不对？对，后面的这一条。哎呀！好，腰线哈。腰线在这里。腰线先画一个记号，这样。老师这样对吗？就是线上，我没有看。对对对对对，画来画过来的对。你金鱼会画超过吗？对，超过。好，先。对，没错。好了吗？腰线。好，然后下面过来三公分，这一条线有没有？过来三公分。做一个记号，跟腰线连起来。跟腰线这样。这是照着红色的线是吗？公主线有没有？过来三公分，然后这样连起来，跟腰线连起来。没有，所以我就一直在看。哇，三公分，好像画线。都可以吗？来了，来帮忙一起减负啊！老师，稍减十块。一码一码。啊、然后往下，再往下30公分。啊，等一码往下30公分。不是啊，我现在在错东西。好，顺着这个线有没有往下30公分？老师，你这三公分是底部的，对吗？最底部。底部有没有？我的人台的底在这里，看到？底部过来三公分，然后往下30公分。
啊，顺着这条线，不是这一条，是这一条，顺着它。老师是往左移三公分的往下吗？对对对。老师，你直着下来。顺着这条线，你看，这条线是斜的，有没有？顺它下。不要画成直的。往下三尺啊。对。直的下来吗？直的，那你看一下那个，是顺着这条斜的，有没有？斜的下来。这个下来三十公分。聪明，赶快剪剪一把戒指。现在都在用，你们怎么你跟他起？后面就是这样。OK， Thank you, Neymar。先画的。恭喜。佳婷，快点帮我从我包里面，帮我从袋里面拿一支笔。那个米色牛皮纸，牛皮纸袋是谁的？好了吗？好了，老师。往下。好。包。啊。好，可以，快点拿过来。这边三公，有包有三公分，对。外面再留三公分，这个线有没有？往外翻动，再往外翻动。不行。对，然后就画画上来，画到这边来，画到剪线，三公分啊。哦。然后这个三公分点到哪里啊？这个是哪三公分？最下面。然后这不是歪的，然后。对，所以你就一直画下来这样。这往外。就往下斜下来三十公分。就往到这里。那你这样子，然后点下来。对对对。等于说现在在往外三公分，哪里？嘉玲，三十公分，怎么嘉玲的茄子？对，以后面蓝色的线我们要画，要画出来的线。对，一下三公分要写三公分，要写的。写的不是没有画，但就没有画。嘉玲，你干嘛要这样画写的？画写的。嘉玲。有没有就顺着我刚才这一条，这一条线往外三公分？有没有看到？往外三公分。哎，你是120吗？看一下有两。拉好。一、二、三呐！一、二、三。一定要，有点小。好，顺着你刚刚画的那个线啊。画不准的话再描一下，就是很这条线很长。对，画到刚才那边吗？三十公，对对对，画这边。老师跳了。三公分。三公分就是。这一码吗？这一条线。对啊，不知道长不长。往外三公分。然后就放大来之后。这样的话。这两十公分。哦。十公分都直接放下来，正好。然后就好。你就先画这样。没有啊，你看我刚才说这个是公主，这个是公主线，知道吗？说先往外三公分，然后往下三十公分，然后这个画的时候，这个是这条线，再往外三公分，从头画到脚。所以这条很快是不往边往。斜，有点斜的，你看有点斜。什么？要不要过来看？你自己过来，过来看。这一条是有点斜的。天哪呀！这一条是。Hello， 美女。你想说一直接说的是什么意思？真的高。所以你是真的说一直老。
往外闪。对啊，是啊。然后再往外闪。你不是有贴纸？我不见了，我把它带回家。那网上看好了，是我的纸。对，等一下。东西啊。对对。是啊，就知道多煮的嘛。然后这个是可以啊，像你们才做的。对对对。沙田越它就可以。后援池可以借我吗？好，然后肩线这边肩线有没有？这边肩线帮我往外也是三公分。跟这个连接。按那个机械转。然后有个。跟你刚才画的那三公分。肩线往外。身高三了。肩线有没有？往外三公分。跟你刚才往外翻了很多。没有啊，这里也有。起码你有他翻不到哎。来，你知道吗？哦，现在呢？那也连我的。你连我的。也就明明你这样画的。这样吧。往后面。你连我的。所以老师是要画到后面的意思哦，就是这个跟这是剪线离三公分。这边再粘到这个，我就这样画一下。可以，是两个人。全部都可以。不会，只有两个人。那应该只有个。只有两个人才。这个制定不会有问题。好了吗？因为都是。压题嘛。如果我们四个人同时按不到，我们要拍我们的。所以你这边有问题。我们在干嘛？肩线，这是肩线，然后往后面三公分。不够几吧？玩木家子啊，木家有在赢的，木家觉得赢的正常好吗？还有是有分吗？是这样子的，你看，超好看的。欢迎阿婷。欧米切啊。欧米切啊。欧米切，他是一个。好了，来把剪刀拿出来。来，先过来看我怎么剪，对，然后剪一下，剪错就很麻烦。这边剪的，老师剪错了。一个人挡着整个衣服了，我要咋你站起来看呀！你都上 YouTube 了，没关系啊。他是网红哎。哈哈哈！我竟然看到衣服很碎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废话，下面见。这些都是你的。每个人都说自己可以去，所以你要剪得像你一样去时装吗？什么去时装？就是线啊，没有就剪的，这样子就是示范。然后这边是平的，这边平的这样剪过来。对，这样剪到这里。对，你看这死，你看这大胆啊！剪这样。不爽他。对，这一条。这是两公分。
没有。他是飞蛾侧产线，哇，多好呀！刚才的一码都流出，你画了三公分，两公分跟三公分，没三，先做了一件事情。好，先做到这样，你看到？等一下还没完呢、哦。好，剪，剪，对对，剪剪。你快快放胡子，小心点。大家不要拿剪刀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到底怎么在？辛苦啊，从这边讲。你要唱到底，说给他，他要唱到底，说给他，他拉的重一点。把他拉的重一点。不知道歌词。好剪剪的，好剪。转过来，转过来。好，往下剪。好，剪完变成这样了、哦。好。你在推什么？这是一条。你这里是完全站过来扶啊！你没做三十五分钟，你在那里做五十五分钟，你有问题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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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三十公分。对，先把旁边弄好，把旁边固定好，贴紧了。剪完之后把旁边贴紧。老师，我这样画就直接剪嘛？哈。对啊。两公分哈。有点啊，他就是会老手。哎呀，遇见。要剪片吗？要这样子的。哎，放这样子。家庭，家庭，看一个这样的。我声音一直听不够。现在把这个这条线画。我让我剪的，我都不相信我自己。歪了歪了，相信就是要相信你自己啊！真的，没事，你过来帮忙。冰神，会帮我一下吗？哎哎，讲出来还是。我这名字最高的有牌子，有牌子。好，来，接下来拿笔要画线。老师大一点来，快一点，对，火车要进去了，火车要开了。老师，我的飞机要飞了。老师，我要让它延迟飞了。是恐怖吗？啊，有压力啊！好，来，你摸那个胸下围哈，胸的下围，然后过来中间做一个记号，胸的下围哈，然后到对，画到这样做个记号啊，胸部的下围哈，做个记号，这边做个记号。谢，你陪我过去。谢，这他点啊？他加的。好了，老师好了，可以了。哇，你过来看了，你就是太远了，所以看不到。胸的下围先做个记号，有吗？胸下围做了几公分？没有，是胸下围。哦，胸下围。好，然后上下各一公分啊，上下各一公分。好，画一个圆。画一个人，圆。
啊？好，这是第一颗扣子的位置。可以。胸的下围啊。过来。好，上下各一公分。第一颗扣子啊，第一颗扣子的位置。看好了。好，等一下。哎，要画圆，不要画成椭圆。画圆。好，然后在腰线的地方画一条线啊，然后也是上下各一公分画圆啊。第二个扣子。这里说啥呀？腰线的位置有没有？上下各一公分。腰线跟这一块这么近，怎么跟这一块这么近？怎么那么近？胸下我在这里。然后上下一公分，所以你要往上。刚刚在讲话的时候，对，都绑了吧？等你们大家。第二个扣子画好没？你那个看两个，我看一个画，跟说四十公分，好两个。等一下。老师画好之后呢？好，现在画第三颗扣子。你看一下这个距离几公分有吗？假设是七公分有吗？嗯，就往下七公分，就是第三颗扣子。哦，完了。好，画第三颗扣子。老师，可是我有五公分呢。那你就画五公分。哎呦，有没有三颗了？有吗？第三颗。七公分。你看这个几公分有吗？只有我，他才这样子。它中间往下，第二颗往下。第二颗，就你看看这个几公分有没有？往下面了。你去吃大便了。都有卡应该没有，到宿舍，中间好像有点紧。马上要画第四颗了吗？没有没有没有要画第四颗。好吧。啊，好了吗？好啦。来，要做领子哦，要做领子，准备啊。好，你在第一根扣子插一根针做记号。中心点吗？对，在第一颗扣子插一根针做个记号。什么？第一颗扣子插一根针做记号。第二颗也要？第二颗没有，对。接下来要做领子。好，来，接下来要做领子。做领子啊。对。好了吗？好了没？第三颗好了。第一颗插一根针，有没有做记号？好，把领子这样翻过来，有没有这样翻过来？第一根针啊，翻过来。没有，他叫你提早，他没吃呢，没吃。可以吃后面。好像是我们今天折了。有，这是我做记号。对，折过。那怎么用？这是第一根针啊，对，我们这样直接针，折过来之后呢，然后等等一下，把它弄平。好，好的。把它平。弄平。平了。哪边折啊？你来帮。就是有第一根针啊，这样是这样可以吗？弄平。不能坏了。照你这边一米八，换成另外一种。不能坏了。旧的照你这边会一米八，你旧的有一个换成新的红。好，然后把那块布弄平，弄顺。还有，你假设你之前旧的照片这边有三十个那区，就是那个。然后新的照片这边就要变成两百四十。对，主要是没有。你要去找吗？那是红红红红的。我说你假设旧的照片这边有三十个，然后现在换成应该要平面，就变成一个。对对，那弄平面。所以我现在可以换角色。
靠里面一点。角色的那个碎片。上面。老师，是这样吗？对吧？弄平一下。叫你弄平。就这个要平的话，我这边很平。哎，大家看一下，我这边很平，是吧？是不是很平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分平，我要分平，弄平啊，弄平。因为这边没有平就很丑了嘛，这边要平。先固定一下，先固定一下，把它固定好，不要画，要画线。老师是这样吗？这样吗？先打。我这样讲先。对，先这样。好，金线画一下，金线，继续画金线。插在折线里面吗？对啊，折在那个上面，折在领子上面啊。金线先画出来。你们三秒画三分水。这是一个没下来的结果。对啊。他不喝就想不出去了。对。然后你刚刚说有第一颗扣子做个记号的，把那记号画出来，画来。OK 了，这个我真的想要做，有没有？反面，然后再拉出来。没有，反面的。对。你看我刚刚第一颗扣子都有做记号，把它记号画出来。对。没有，它本来。我这边肩线画出来。肩线。还可以，不大对的话我都看起来都这样。好的，有没有这两个线要先画出来？一个是扣子，第一颗扣子这个记号；一个是肩线，先画出来。喂，雅婷，帮我拿一根针固定。雅婷，好了。好，连起来，连看，对，把这两条连起来。最外面吗？对，因为你是吹喇叭。我们做简单的礼物，对吧？不要做太复杂，太复杂会疯掉。老师，你在画什么？我在点。这时候画到这边了吗？没有，就直接这样过来。你说到这边。对，然后点这个刚才。好的。我连坐在汽车里面。好啦，连起来了，连起来了，就是画到这个地方的空间。最外面的这边。对。最外面。好，连起来。还是虚线。虚线。画实线。实线也可以。好，然后这画的时候往外两公分，帮我画往外两公分哦。为什么要往外两公分？因为我等下要剪。往外两公分。连。怎么连？刚做画完这条线，往外两，都同一个点，可以啊。往外两公分啊。我就刚好啊。然后，对，就直接大概抓两公分。哎呦，帮我撕一下。好，看好了吗？看我剪。你现在有叫我一下，那种擦红花布吗？没有，我已经好了。好，拿给你。好了吗？然后剪刀准备了，等一下看我剪。妹，你妹。等一下。是长这样吗？是，长过。往外两公分。
然后再往上，剪了，剪了，快点，加快，剪完就快，剪完就要自己负责。两块手机的，好，就把它剪掉了。那这周围的不要剪吗？周围的不就摆旁边？好，就这样剪就好。后面这样哦，后面你看我后面，先看我后面，这样顺着这样过，然后前面是这样。剪了剪，还没剪之前就已经帮你剪一刀，这边有。这边对，这个拿起来。剪完。剪完了，然后往上。在里面。还没剪两。要留两公分哦。对。你。还没剪之前就已经没有拿。剪了剪过。这有两条哎。那种会有两，没有这一条为止。哦，那是两公分。往外，对对对，往外。那种都不见了。行。练习看看。
到我坐车的那一块，我们再来个，就是那个还没做到那个，这是第一。这是另外一边，也是要跟他一模一样，对对，好像不大一样，对。为什么？所以你们现在就用刚才剪下来的这一块，做另外一边练习，做法一样。这个啊，这个是有有画线吗？好，练习做的，你们要不要休息一下？要。那休息十分钟，等一下回来就继续做。那现在也不能休息，都怪话。嗯。你好，别做了。哈哈哈哈哈。对啊。来。加速吧。压力，来吧。好，自己休息十分钟啊，缓冲一下。什么事？我不知道哎。我们是第一次吧。第一次装傻。对呀，趁现在还有记忆的时候哈、啊，做另外。每天都会带颈椎。老师这样够吗？够，你说来睡。想睡来。等一下你们为什么不用这个？等一下。你们就把，你们先把。多余的裁一裁。你们就这边裁掉有没有？用这边到这边。这边到这边够吗？他裁掉吗？这边不要，就是这边裁掉，然后就等一下这边留10公分。好，行。这样就够。累了就先休息一下。是不是剪很大一点？就是这样子的。回想一下。好，接下来就是。叠在它上面做，就是做另外一叠。做完了，做完已经休息完了。那在休息。超过头。超过一个，给要超过一个。六吗？对。再超过一下。再啥大腿啊？再往上。都被你水出了，不要脸。好了，放开。放开。再啊，再往上一点。我们再往上。是你的车吗？是我们这样来了耶。再上来。再上来了。因为你看下面还有那么多布了。哦。上。因为你上面的布要折。老师旁边也是一样，又要剪哈。这边也是要剪，对不对？过来。没事。放开。啊，那个美美，然后我就开上那个服装。真的是，我都不想说他了。哎，房的嗨，然后胸围一下，看起来好像很好，听不懂。他要开班教大家讲广东话，教大家讲广东话。广东话呢？谁广东啊？哎，冻柠茶广东话怎么讲？老师，这我不会写。我是换跟他讲，没有，其实我都是表。我不会写嘛，大家反正只要有那个可以讲学校的，你想学什么？我要学冻柠茶。冻柠茶。对，冻柠茶我会用。只要老师你指图片，他就会给你那个啦。好，没有要学一点。不怕，老师是说以后要去大陆的时候要讲广东话。哦，柠檬。香港。可是我香港的。你不会煮啊？因为很麻烦，就是学喝。
不要学错。学错了，学错了。刚刚不是说学奖冻奶茶？对啊。什么什么奖？冻奶茶。冻奶茶。那丝袜奶茶。丝袜奶茶。丝袜奶茶。做日本人蛮多的。冰火菠萝嘞！冰火菠萝，冰火菠萝啊！冰火菠萝，什么？冰火菠萝。再讲。菠萝，差不多。菠萝，差很多。我可以直接教你。你跟调很台。你孩子直接下来到。台湾人当就直接睡。欸、还有一个是很有名的，是什么草？出草袋。是草草吗？对。有啊。是草河镇。对。我是一颗草。老师，今天是要画豆子，然后再量吗？你先把这个拉回去。先回到。我们画完边界了。哎，老师要出来了。先给他拉。这边也是画豆子，然后再剪。再说先画颈围线，然后公主先画线，三公分，然后再往下三十公分，腰线也腰线。跟我台语一模一样是吧？台语，台语，虫子啊！啊，虫虫，球球，你在讲啊？不会，我跟明明玩51分，不是没有关，没进去。再把它关起来，没差了，没有一千。啊，晒晒太阳，吸吸氧气，还原真实。我是叫妈妈。不知道，好，就想一下刚才怎么做的。咬正哦。他本来就需要拍了，还等这一天。我先点了哦，我先点了哦，就在这边品个大礼盒心啊，没啦，这里算没我心啊，礼盒心，好啦，快走啦，这三个吗？我出去拍了，你不要回来了，你看你不说话，因为你今天是跟我们在说，这样子，其实最好听的其实是你的意思。三公分跟三公分的脸，对，三万瓦。
然后再画完就往外三公分要剪掉。中间还是中间？那你就是切长点。还记得吗？再往外三公分。对，要准备这里。再往外三公分。糟糕哟！保持你的粤语或者啊？糟糕哟！糟糕哟！还蛮好听的。八音。粤语蛮好听的。冰室，比如说华兴冰室，冰室吃冰那个冰，冰室那个怎么讲？冰室啊，冰室啊，吃冰的那个冰，吃冰的那个冰，是不是要先把它剪下来？对，然后再把。香港那个冰室跟茶室是不一样，吃的东西不一样。来，全新哦，真的太烂了，要好修一。就是我记得是茶室才有卖炒饭跟那个烧麦的。那不是介意吧？炒饭，这边是在叫喝早茶。喝早茶。我们这边怎么回事啊？那是叫什么？炒餐厅、炒餐厅。对对。这个是不错的。对呀，长这样吗？那冰室是什么？吃下午的吗？冰室其实就是喝下午茶。哦，那我这边下午茶叫冰室。但是这边的吧。喝下午。记得冰室好像。或者是喝奶茶，就类似奶茶。是我的，是我的。今天是茶室。真的，我们俩最后三天呢。哎，妹妹，为什么你剪成这样啊？少了一块。像漫画的那样。有少了，就是这里有一块是这样。因为还没剪，这块没有剪，还没弄。怎么遗落啊？然后这个我们再拿一个。要往后面三公分，三公分，三公分，这边还要再一公分。哦，那我换四个角。好像是。跟这条连。我从那边就剪了。我已经上下车了。这边对对对。可以剪的。是的，那这边呢，横的过去。哎，我们没有量划痕的。哦，这怎么了？这三十公分呢？从这里哦。到这就是一条。从这里剪过去吗？对对对。不，丢掉了吗？先留着吧。真的留着。咱们聊着。一起，这就是这边画一刀，谢谢。怎么画的？到这边，因为这边比较肉一点，是这样吗？先画个之后，再之后，之后再延长。还是做个记号就好。你要地方好画，你画。你要的。
然后最后是做那个零，最后可以再修那边，再修凸出来，对，对，对，就是从这个剪出来，是这样吗？这还是这样，不太宽，太宽了。对啊，然后做零，在，其实可以休息了，先休息一下，先上厕所。我又没和你讲，我又没有和你去。金甲，金甲还有顶骨啊！潇洒不？潇洒不？那就一样，画个线。你也在学台语？希望我们这次遇到更强的。所以你们最好不要以为你们会台语用台语骂我，都听得懂吧？你这接头骂的好吧？我的充电宝帮我拔了，剪掉，好哦。你这边来，这边。加油加油！你是长这样吗？很恐怖。不是，哥哥。好笑，这样。给我看，给我看。要弄整。然后这布还要留着吗？要要要。后面的人看起来超级不错。这个太开了，你知道这个？这怎么样，熊大爷？针插上面，真的在插。要一麦，才不会走，有没有这样子？这个不来，这个桌子好，平行剪，第一个是空，平行剪，两个跟着剪，跟着不连接。妹妹，你还带马来貘睡的？他很想用，没错，拉肚子。哦，别把我马来貘运就拿过来。马来貘马来用。马有屁啊，超好用的，它是用品的，可以开电电的胸哎，还有电胸跟胸口。今天要做这一套吗？做哪一个？这套。做完了吗？还没啊，等一下要做第二片，因为还有时间。先休息一下。然后你说什么？就不好。做完了就休息一下，因为等一下要做第二片了。做完了就休息一下。好高哦，白痴做，接下来做吧，赶快动起来，动起来。好，拿出一码的布哈，好了吗？快点，快点。好，旁边帮我也是一样，旁边这边画三公分哈。选一个比较平的话，三公分。好，赶快动起来。好，旁边画三公分，一、二、三。动起来哦！好，画一条长的三公分。还要布吗？不用，对。
今天这样就好，可以先去大连抽签。好，收腹。开工了，开工了，三公分的，直的，选最漂亮的妹子。
要超过肩膀哦，哈。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肩膀。要超过布，要超过肩膀。好，对，对着它线对线，哈，叠上去。好，不要被领子挡住了，我把它固定好。好，现在做侧边。三度四。什么侧边？哎，我的。妹妹是你的。雅婷，过来帮我固定一下。好，要对好。老师，有要拉出去，有要拉到后面吗？有，要超过肩膀。好，这个才是中线，这个线是你一块是这个吗？连三公分这个。做这边的三公分的。啊，所以不是前面这里对。哦，不是太深。麻痹呀！麻痹。好，旁边也是弄好之后，旁边也是给它铺平，然后铺一下的。旁边的。麻痹。这样子，这样子。那个靠背。啊？这是靠背，是不是？旁边对，侧边对，侧边那边，给它固定住啊。侧边让它扁。要剪吗？还没。好，来看我这边，你旁边一定有个地方会拉住你胸部这边啊，仔细看我怎么处理哈。这边这样子，是不是胸部这边哈、嗯，往下折啊，再折一条线，我们拉胸部这一边，拉平，我们现在折啊，往旁边拉平，这边你会有多的布，把它往下折，像这样，我看我折了一个一条，这边，因为你在拉平的时候，这边布会多哈，就往下折。这个很重要。下面的那个折。旁边。我看到哈，我这边有折一个东西。上次也看到你只有这样让你长。好，先这样。好的话，把饼拿出来。平安，你要赶快做啊！不要发呆。
好这样。笑死了。后面固定旁边啊，旁边先从肩线开始画，画肩线，然后画袖拢线，袖拢线在这。画袖拢线，然后再画什么？斜边线的。线啊，袖拢线啊，斜边线啊，要画起线、袖拢线，还有侧边线。侧边线画完就，你可以自己用指甲刀。不是你这一把用就挤一把奶，但是这样才慢慢慢慢消散。你还是这样来洗。等下还要剪呢。换指甲刀，自己吵醒我睡觉。先画一个记号，跟刚才前片一样，然后先画个记号。坐在地板上就可以看到。大概自己是五公分的，这边下来有没有？过来五公分。这中线下来五公分。对对对。过来我这边吗？这边往旁边五公分啊。往旁边五公分啊，连起来哈。你要细的话。全世界都没了。哇，连去哪里啊？连线，腰线，跟刚才一样哈。秋秋吃在那里吗？你是？你是？哦。对啊。他就一直在这里。
然后呢？啊，好了吗？还没。地上。好吃，我的。然后往下30公分啊。你就是喜欢最烫。就是我直接。往下30公分。就跟刚才前面的一样。对。好。你是星座头。但是刚才那要往旁边5公分哦。那边。你过来这边看，侧边5公分。你说30公分嘛，然后身旁边5公分。不是不是。你别说，我刚好觉得有点粗，好像30公分。我是从这边往下30公分。直的吗？就是到这边。从这边。从这边。但你腰线有先画一个西啊，然后往。往这边5公分之后有没有？然后这样连起来，然后再往下，连起来，再往下，再往下30。对对。要先学一下吗，老师？对，谢谢的。最近肚子，我觉得吃小番茄还。这一块比刚才那一块简单啊，因为不用做零。没有。好，然后你刚才这个折子也画一下记号，画一条线。刚才胸部那个折子也画一条线。就沿着下来就对了。对。它会，是画下面吗？对，它的下面。打什么？你像这30公分画了，画完了。然后现在刚刚有折一个这个，对，画它的下面，画一条。我是斜的，因为是金牛画过最直线的线。我是画斜的。什么画？画胸那个啊。画胸部那个。斜的，斜的，直的，然后旁边有横的，斜的。对啊，斜的。一样斜的，中线也要，这个也要，是吗？这一条线好了吗？我这是等下剪的吗？现在旁边再留2公分。对，好的。被我讲中了。这样很好，已经入状况。那我再留2公分。对，然后。肩膀开始，好，往外2公分，往外2公分，这边也要，袖口也要 ，OK， 全部往外2公分，这里好，2公分哈。画到那个最对对对对，就是画到30公分。滑的，2公分，那我们没有2公分。我是可以，车机的，看不出来，但这个屁了。啊，画就给它画到30公分了。老师画完了。画完了，好，等我一下，还没画完。我以为这通画完是2节课吧？对。这条是外加2公分。还没这么快。奇怪，我每周脸上高，舒涵，你的白线都粘到你头发了，是我吃饭还是怎样？后面是越来越大，抖音。啊，没有，我正在数鼻子，我怕他头发多少？让他平衡，表现，就如何摸的你。直接裁掉吗？对啊，而且要确定的话，画 OK 再裁。这样子吗？摆平，你不要拉着的，你就这样子。都顺着剪下来。我感觉像礼服啊，好帅啊！没有，它是大礼服。这样对吗？有点歪。线有。都是看这条。只见你。你说
说红色这一条吗？黄色就歪了，红色有没有？黄色有没有歪？哦，这里有。对啊。黄色该怎么画？我来画，拿笔来呀。再来了，自己不会拿。分不清楚颜色。就是你不要去拉它，你就顺着它，然后线要漂亮才好，不要弯。我转一下，我转一下。老师在这边嘞，要转过来。这样的线。红线，红线弯。是这样。对啊，两公分这样。一直瞄，一直瞄。对，然后你那个红线歪掉。哪里？最下面歪。你看你黄线，你黄线落在这里了，然后这边有点小歪。所以我们就出来，对对对，都要比。我觉得换别的笔画。好，另外好对好，三十公分的，这么细好。这个要对条数比较直。你要转过，我现在已经那个。近，两边都要用。不放的不要拉，不要。是每边他们两边都有用。对对对，中间。两边都有用。是两边都要用，还是两边都要用？对对对。只现在还没做到另外一边。第一面也是一样的吗？对。好了吗？好的话就把它剪下来了哈。然后剪下来的这一块做另外一面，它的另外一面。就剪那个凸出来的这个，就橘色吧。对对，两公分。这样可以吗？橘色。旁边两公分。这里是这样的，这是吃坏了，那有那个颜色，就这个啊，那都可以，这都可以，那大家都这样剪下来，这怎么歪？从这边开始剪。第二条，顺着这边，然后这个也要剪。对，我画下来。我剪下这样。对对。确定好，这样。我去，哦，那我现在就可以剪了，是吗？对。那你要剪。对呀，还有。哪个地方？不要画，不要剪。对，就这样剪。剪好了，可以剪。对。然后照着剪。对。尽量的辛苦一点。然后再帮我剪那个。剪那个小插口。对对对。啊？剪那个。脏字，好脏。嗯，好脏。什么意思啊？老师，你画我们这边吗？这边专门剪。右位，走过这里只有小心，有一个蜘蛛，你确认吗？因为它有几个缝。哦。要往外，往外。这边找我。然后你要剪到这边剪下来之后，有没有？这边这样子，再剪。就不要剪断。剪一个小口，好，我们就把它剪下来了，然后就可以做另外一边了哈。今天加完了，对，平的。还没完啊，折销下礼拜再做。折销。拜。妹。对，剪的。你说肩线是肩带过？肩那个大是，这是中间中间。哎，你要走一个，像我这样弯下来。我要去看牙齿。弯下来剪。所以等一下你来上吗？要。对。要留个几公分哦。可以的话就剪。慢慢剪，然后等一下帮我这边剪完之后帮我剪，不要剪完剪。好，雅婷，就是剪这边，雅婷，从这里开始剪，就是剪之外围线就，是然后下面，慢慢剪，不急。累也就是稍微稍休息一下。那如果要吃的话，我吃。那目前他点在我们，如果有去，就再到这边，再到去餐厅啊，什么什么，自己不会。自己不是说实业那个有办法吗？
好，收台，收啦。